首先还是一条和来华开唱的国际大牌有关的消息。9月29号登陆北京万事达中心的 Justin Bieber 呢，似乎对乒乓球是非常的钟情，因为在他长达10页的巡演接待要求清单当中就特别注明，休息室必须要配备专业的乒乓球桌。除此之外呢，全程都要提供抱枕的个性化要求，也似乎说明了出道4年的 Bieber 骨子里还没有长大。